看点导航吧，这边罚款拍照的多。走，出发。哎，这个芒果的路好窄吗？Let's go。我们是先到五大连市市入住的，因为耀哥生病了，他要连续打两天吊针。办好入住，然后咱们吃个饭就可以分头行动了。下午我带大部分队员去五大连池看那几个知名的景点，然后安排耀哥打针，安排光哥就留在房间休息了。安排点好吃的吧，这个行吗？范老大12块钱自助。好，东北大盒饭，这能行吗？没有毛病啊，吃这个估计得要求退团费。但是他们不懂东北，是东北大盒饭就相当于自助餐。对，嘎嘎得劲儿，我都想去试这三个。啊，我跟你说，就这种里面的盒饭老香了。嗯呐，嘎嘎好吃。我们这个团有不吃羊肉的，有不吃牛肉的，有不吃猪肉的，还有不吃鸡蛋的，所以特别好玩。有的时候都为了这个餐呢，真挠头。想来想去，今天中午再吃顿铁锅炖吧。而且这个铁锅炖的名字跟漠河我们第一天吃的一模一样。也是大嫂铁锅炖。王总不爱吃猪肉，让他吃鱼；李总不爱吃羊肉，让他吃猪；孙总不爱吃鱼，让他吃什么呢？让他吃鸡骨。这个大，看着没？三羊开泰。现在三个锅都续上了啊，咱们给你们看看。广东人大部分不喜欢吃鲤鱼，大部分广东人是不吃鲤鱼的，所以我爸妈都是草鱼。排骨鸡手，酸菜大鸡骨。老板娘说40分钟后就可以开吃了，耐心等待吧。看宝玉干啥呢？宝玉你在干什么呢？打麻将。哎呀，宝玉厉害了。小组过来，谁看？OK， 我宣布正式开吃，干！干！开喽！点。搂吧，快搂！五大连吃豆腐，嘎嘎的。下雪了呀，下山高人为峰啊！最终我们两台车成功登顶，有一台车趴窝了。嗨，下雪了！他们最想看的下雪终于感受到了。对。坐标五大连池药王山山顶，下面就是阿尔龙岩，真的是太有感觉了，下雪了。我把最美的风景送给大家。西山落残阳啊，佳人回绣房啊，桃花粉面映烛光啊，红妆懒得卸，独坐象牙床啊，相思声声叹，喇嘛嗨，喇嘛嗨，无情棒打美鸳鸯啊，一更探情缘呐，月儿那将出来，叹声山白祝英台啊，共度整三载，十八相送把山下，喇嘛嗨，喇嘛嗨，二人离别在太阳，二更探情缘呐，月牙那出东方啊，
刚才那段航拍是拿命换回来的，兄弟们。真不是在这作秀啊！他说那时候刮风，无人机不好控制，不敢戴手套，只能轻微打杆，裸手飞了这么长时间。可能视频里看到只有那么短暂的一两分钟的素材，但是飞起来至少飞半个小时。太冷了，收摊吧，收摊吧。我们的铁队过来。全都过来，走。要慢一点啊。水没动，剩一半桶。哇，这也太漂亮了，二龙泉。看到没，人家当地人都来过来打水，你们都喝这个水啊？对，非常好喝，是不是？这个水好，这里有两个龙嘴，哗哗的淌着泉水。据说啊，这个泉水常年保持在4度左右。现在我们的广东靓女也要接一杯。他们都不敢过来，他们怕滑。这没事的，这里是矿泉，滑了就泡个矿泉喽。行了，来水。喝一下，尝尝，怎么样？嗯，好清甜，很舒服。要不灌一点回去泡茶？不用了，很好喝。这样喝就可以了。没矿就带来。来，味道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口感？好喝，真的很好喝。每个人都尝一点哦，萍姐也尝一点。好，干杯！来，让我们痛饮此杯。干杯！来，干杯！来，干杯！把叶喝了。系好清噶喎。系啊。啊。嗯。味道怎么样？纯水唔同噶喎。再喝一口吧。系噶喎。好，再来一口。攞个细杯嚟，一两杯咁多。你有没有？你有冇加？好。我有啊，给你们倒一点。哎呦，你看肉的。哎呀，嫌弃我那就算了。嫌弃我就留着自己喝吧。刚刚没有叫我们拿瓶来，我到群里都一直说你们，群里说看他有没有卖瓶子的，买点，买一个桶嘛。有吗？应该有卖，买一个桶我们带一点。不客气。哎。摸摸他。啊，还有。搞东西以上，三哥别倒了。搞这个，再挡一下，挡牢了。这天要撒车里就惨了。上车喽，上镇上逛一圈，我们就收队了，太冷了。视频看到这儿，估计很多朋友还是一脸发懵，不是五大连池吗？池子在哪儿啊？其实五大连池啊，还真是五个池子相连而得名。这五个水池呢，都是由火山喷发所形成的堰塞湖。但是现在是冬季啊，冬季这五个池子大部分都是被冰雪覆盖的，所以很难直观体验出这五个池子来。不过呢，冬天这里来赏雪呢，还是别有一番风情的。